Sometimes my shorts are red. When she runs out of underwear, she wears her underwear from different angles. Hey guys, it's really gross. 6点半，你妈妈有一个人，她没有穿 bra， 然后就走出去了，然后结果而且衬衫还没有扣扣子，然后结果差点被我男生看见。杨振南上次管这句话大冒险，是那个披萨里配的那个辣椒。大哥上次住我家三天，七条内裤在我家，我妈可开心了。还有八双袜子。赵红天天晚上都会脚腕子，是关于兔爷，兔爷在上厕所。有一次我说，兔爷鱼的电话来了，然后他就来不及擦，然后就出。上次在泰国的时候，欧文武早上起床的时候被萨利和把被子掀开来，然后看见内裤。Rainbow 有一次他 Evergreen 拿了个 S 在数学课上，然后呢他就哭了，跟妈妈死一样。双花和我。英文啊。好上位，谢谢。托林塞拉，零点零。Louis， 太好了。对，悠悠。Rainbow， 我叫什么 ？English。Owen， 对，我看 Sophie， 宋晨阳。Rose。Dylan， 韩志涵。Amy 姐。家里人看，小猪猪。方法。多少钱？多少钱？雷根。雷雨萌。我自己。 It's just me, myself and I。 我愿意。不愿意。No。 会啊。我也不知道。也许吧，我不知道。这是个很难描述的问题，因为我本身我的兴趣上不是特别的稳定。他会的。好，那就按照他的回答来。这是好问题，要想一想。看他吧。不一定。对。不知道，还认识他吗？如果他招了的话，可以哦。别在一起。当然会跟他结婚。不会。让我考虑一下。Seriously。会啊，当然会啊。再说吧。我喜欢陈小薇。为什么啊？因为这30年我估计会遇到很多人吧。好，说不定人家已经有了。因为我没有说过话。好，因为他是又是美的。30年以后我都几岁了，我再不因为我喜欢别的人啊。他会和 Agent 在一起，因为我30年后肯定结婚了。今年 prom day 就很多都是啊，陆野和 Lisa 郭，我和 Louis Thomason， 赵源，我和你 ，Sophie，Harley，Sophie，Harley， 哈哈，陆诗敏跟他的 prom day， 千万把我逼掉啊！杨磊也跟张子枫，王一菲和叉叉，狒狒和陈小薇。陈小薇啊，我见证了林雨萌。嗨，你好，起松鼠，你好，扩张。都是爱的人，怎么舍得说再见？30年以后，我想你。就我一直觉得你超可爱，但是你不来，我要不到你签名怎么办？希望大家以后都能在一起，然后尽量不要有，然后分开。
seriously, OK. 分享我有爱你。不知道，我没有。